你的小聪明。你中午吃完饭回来了？对呀、啊。好羡慕你，可不是绿牌啊，还能出去吃，还能喝避风塘。像我这种红牌居上身，每周五放假才能出去。你能不能把你的校牌明天借给我呀？校牌拿出来。你的校牌呢？校牌。校牌呢？嗯，这儿。我太聪明了，出来吃太爽了，我明天还要出来。爸爸，这是你的校牌吗？不行，我出来回家吃饭。哎呀，那我怎么办啊？回来。哇，小芬，你校牌真是看不出来耶。校牌，校牌呢？这儿啊。校牌。校牌呢？校牌呢？这儿了吗？香不香？香啊。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好吃给全班一人买一根，还敢伪造校牌了。那我哪敢。那咋的玩了，咋不管到起哦？小朋友们说香不能奔跑，是哪家的小孩，当然管一下哦。哪家的小娃了，臭死哦，有没有人管啥？小朋友不都是这样子吗？你小时候不是这样子过来的时候？我小时候，我小时候人敢，我小时候。妈妈，我想去，你给我买嘛，买嘛，买嘛。太远了啊！我不，我现在就要，我现在就要，我现在就要嘛！明天买呀！不买，不买嘛！老子数到三，三，二，哭，你还哭？别来钱，不准哭！还哭是不是？不准哭！你给我别回去，别来钱！下车，走，下车！你今天给我走回去，你来给我擦干净。围棋啥子？你要围棋上了？走，你再哭。妈好累啊，不好好坐车给我走，走回去。马上给我写五百字检讨，你准备追击啥子啊？你做得很对是不是嘛？什么家长啊，我要发疯了。你们两个从手快回，快回啥？瞅啥？你们两个在瞅啥？从手快回，快回来嘛。后才懂的是，哇，新买的限量版球鞋好看吗？哇，好看啊。鞋子我觉得就应该穿名牌货。对啊。鞋子还挺好看的。你的也不错哎。我明天还要再买一双。我不要来了，穿这个鞋子，丑死了！我要他们那种名牌鞋。奶奶给你煮了一锅多月的。我不要，你不给我买我就绝食。看我的新鞋。哟，小汉，你这鞋子挺好看的。谢谢哦。你看刚才那个鞋。说什么呀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可是人上人，谁都欺负不了我。我这个可是限量版哦。我这鞋才30。哎，我这鞋子19块就还包邮呢。我这个鞋是我奶奶亲生的，我知道。真的？妈呀，我也想要。我也好想要，可是我奶奶已经不在了。后才知道的是，算了，今天吃胡萝卜烫的，还茄子，又是胡萝卜茄子，好难吃啊！你嘴巴真的是挑，这样不吃那样不吃。我跟你说，我小时候想吃也才吃不到。妈妈说的对，我不能挑食。老板来2斤胡萝卜和茄子。妈妈，我想吃这个冬瓜。不嘛，多吃这个胡萝卜对眼睛好。好吧，妈妈真厉害，从来不挑食。哎，别扔啊，我吃，好浪费啊！你们点吧，我都可以，我都吃。老板，再来碗米饭。哇，小芬，你胃口好好啊，这都第三碗了。真的呀，感觉你没有不吃的。真的吗？我妈妈说我很挑食。啊、你挑食？没有吧？来了，胡萝卜丝、胡萝卜汤、胡萝卜炒肉，我只不过爱吃这个胡萝卜，你就买那个胡萝卜吃，我爱吃啊。老板，来五斤那个茄子啊，我要吃个冬瓜。冬瓜不要，我来吃吧。我爱吃啊。你又买那个茄子，我发现你不会买胡萝卜，就是买那个茄子。是傻傻的你一样淋湿了我的心情，想送你回去，还在等你回应，打波又惊